本草纲目记载。本草纲目它是农业社会时期没有现代西医的时候，它是最好的麻醉药品。它叫玛瑙珠，好像玛瑙一样长颗珠子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们有一个 东方有个医圣叫什么名字？华佗。华佗答对了。哎，这个要奖励一下，这我没讲过你就知道了。好，华佗。好，华佗，对，华佗他可以帮人家开刀，为什么病人不会痛？因为有用、那个用这个玛瑙珠哦，把它提炼出来的粉末哦，把它插在伤口上就好了。好，这就是玛瑙珠，要记住哦。人可不可以吃？不行。对，不要吃哦，不要乱吃哦，吃了你的舌头就不会讲话了。你的嘴巴都不会讲话，你被麻了、啊，哎、欸，而且这有毒性哦，哦，不要乱吃，哎、欸，看到、啊。